欢迎收看《野人吉阿姆》啦！我们要去露营啦！这一次呢，我们以一个非常不专业的态度去露营，因为我们要去的一个露营呢，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老前辈聚集而成的露营活动。不免俗的呢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牌子呢是 BD Back Design。去年我们有拍一支，它就是专门在收集厉害的帐篷。据说它这是最后一年要把它的收集帐篷展现出来了。什么叫做不专业的态度呢？露营两天一夜之后，我们随之而来的是三天两夜的露营，好累哦。我们决定这一次的两天一夜，能不开棚就不开棚，能不开火就不开火。难得村长软烂篇，但是这一则 vlog 呢，希望给你们有些露营的朋友，你搞一两次软烂无所谓。如果每一次去人家的露营都在乱搞的话，真的会被公干。把这个影片 take 你的朋友， take 你的软烂的朋友，提醒他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请买自己的露营椅，请带自己的筷子。如果大家要 share 伙食费的话，不要逃避。露营呢，就是要一个共同生活的感觉，去享受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光，中间煮东西的过程、搭帐篷的过程，都是应该要一起享受的，这才是露营的精髓啊。那我们现在必须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我昨天钓的鱼拿去给我的岳母。毕竟钓鱼人啊，有些那种鱼货拿去给我岳母的时候，你等一下看他脸上有没有笑容，比送钱还开心呐、啊！吼、哦，他就说这个给他塞，哎塞 ，OK go。这是什么鱼啊？头干啊！哇，这位宝贝，漂亮哦！你看第一天刚听的位置在搞。对啊，拜托你喽！啊，妈妈就交给你喽，先去那个工作，拜拜拜拜。有没有？刚刚有没有看到两位女士的笑容？因为我在想，妈妈一定会等下说，哎呀，啊，这条鱼的这块好利啦，哎，这条马好利猪汤就变成那种 neighborhood 邻居啊，就是要这样子互相啊，叫到合不拢嘴啊，要把这些人情味提高。我们就是要做到让大家觉得说台北人就是有人情味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帮台北人说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木木就是台北人了，让他也变得很有人情味。从现在就开始做起。木木，你长大的时候要看这一集哦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前往正官庄 ，Let's go。正官不是老官庄，正官庄是卖人参的、啊，是老官道。出发去老官道 ，OK。啊，忘记买木头。不烧不烧才会符合软烂行程嘛？今天不烧。所以说你现在都不要想太多，都没掉就跟别人借。你真的把软烂做得很好哎、欸。随遇而安。我很难随遇而安，你知道吗？跟你说，你跟着我。I follow you。我知道了，你今天就睡这个位置，咱可是睡这个位置，睡这个位置，我们东西也不要下车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晚安。对啊，没有没有，一个晚上而已，还好。是 OK 的，我随时 ready 啊！你把软烂弄得好极致哦，不会怕哎、欸！我们要下去做别人的椅子，要不要？来啊！好来啊！我们就看软烂到什么程度。走，好 ，OK， 出发。你们是已经开始吃饭了吗？露营通常要自己煮，但我们坚决不开火。软烂行程的开始，这是珍妮提议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少煮一餐。然后还可以干嘛吗？不用洗碗，就在那边吃一吃，花钱了事嘛。我不是懒惰，我是因为要配合了软烂行程，而且我们刚才前面一间知名的土鸡城买了土鸡跟蒲菜汤，晚上只要稍微的加热，开火热 ，OK。如果锅子能够故意跟人家讲说，哎、欸，有没有带你的锅子借我们？我们又不用洗。对，我们可以以后都走这种路线吗？不行，我们这是为了一个节目的内容才有办法做成这样，不然平常我们还是要开箱一些新东西给大家看。野人七号部落五花八门，你只要想到的，我们都会去做，我们不会坚持说不行。野七就是要野文野，我撒钱呢，撒野这些钱吃一些道地小吃，而且我发现就是在苗栗酱油很喜欢加那个韭菜加辣椒，好好吃哦、喔，超好吃的。那边多少？后面就是那个草莓园，还是我们等下去采个草莓？如果要采草莓，就要去赖翁翁的草莓园，我们再经过再去找他。我要先去趁白天参观你们这些人的帐篷的表格，它有分区吧？那边有50颗，他们有玩家收藏的灯会全部出来。对面就是潮流区，然后那一区露营车区，跟西区这边有一些 IG 里面认识的一些好朋友，很酷哎、欸！每一区帐篷都有不同的风格，需要你当导览吗？走，
我这是要软蛋行程吗？我觉得我很忙哎、欸。你太晚到了。不是啊，我们家有小孩的人了。这区这样走进来，就好像是一个村子，一个世外桃源。然后这边又是那种狩猎帐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嘎哇小村村。那康就是这个啊，哇，好美哦。而且他们的颜色就是统一是这种浅浅的米白、浅浅的黄、浅浅的绿。对，这个都是 TC 的聚酯纤维，他们就比较杂色系。你看，真的每个人喜欢的风格，就真的都是不一样。那你问我是什么风格？我这些独树一格，我有我的人格，就是每一格啦。这里也太美了吧，龙舌兰。所以真的是用它来。做久的是，它长得好漂亮、啊、光长到这样要两三年。有时候在那种南部那种很大那种龙舌兰，他们也是，可是那是亚麻科的。那像这种岩龙，通常在或野外是看不到，人家拿来种在那个园子里面、嗯，这个通常都是用盆子种，因为种在地上一定会变大颗。那灯影这一块就适合这种盆子小小的。现在玩这种植物越来越多了，有什么多肉植物啦，有那种块根呐，也有这个龙舌兰，完完全全就是在走这个潮流跟植物的这结合，因为这个东西放在。房间或是放在就是家里也蛮帅，它就像是火的艺术品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不然我又要莫名其妙入坑了。阿弥陀佛，你看这地球的箱子，嗨，你没有觉得这一台很熟悉吗？就是那个啊，我的车没开着餐车那台车，好久不见，这也是你提供了是不是？我刚才去抱它，我跟他说梦寐求车，这台就是当初我跟秋生哥一起开着它环岛的那台车子。这个是什么啊？油香柠檬玫瑰的乌龙茶。谢谢你，这我们家的甜法。上次那颗百万的是这颗吗？不是它，好像有变小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好了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在手做了，我们赶快过去。然后我要出示我们的紫色棒子。我现在突然之间好麻烦，我们还没搞定我们今天睡觉的地方。不需要。他们就是这边会很多的活动，用那个棒子，然后、哦、去识别，就对。对。其实这种东西哈，稍微用手去摸摸它的那个土，真的有点干干的，就可以稍微浇一下。对，没错，一点点。我如果有说错，你要纠正，因为这背负着这个5 PM 的这个招牌。那我们等一下全部重新来过一遍。我们刚刚错就对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个招牌要几只有几只，再多一点啊。我们用香的方式，三只。好啦，多一点，一只就好。OK， 要不要浇水？要水呢。他喝酒吗？啊，谢谢。他不行，给我说他啦。我不用浇水，不浇了，不浇了。回去再浇。OK， 我们在那个5 PM 这一区呢，已经做好了。纸栽了 ，OK，Nice， 谢谢洪哲，有机会去你们店里面走走，好好，所以我现在捧着这个，来哦，菲菲，来哦，菲菲，菲菲，不是啊，他们怎么有出这个东西？真的很酷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在这边逛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有帐篷你不睡帐篷，你要睡这个开放式？太贵了、啊。有便宜一点点的。我们去找他第一颗收的那个，要不要？记得吗？我记得啊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最适合你，你。我也觉得这个很好。通风性佳，又有双人床。哎、欸，可以折入住哎。好像也蛮贵的。是蟑螂蛋吗？你是说蟑螂蛋吗？不是，他第一个收的不是这个。最近有带大家看那个百万帐篷，其实蛮酷的，是现在流行的是那个一颗球一颗球一颗球。哎、欸，像不像那个以前我们在玩那个透明，然后人要进去。哦，可以滚。然后那边准滚进去那个。但是我呢就没有收集帐篷的癖好，我们把这些东西一下就被弄坏了。这谁没椅子 ？Kid， 你有没有帮我多带一张椅子 ？Kid， 你有一张行军床吗 ？Kid， 你可以帮我带睡袋吗 ？Kid， 你是大家的村长吗？可是我没有抱怨嘛。Kid， 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吴瑞轩，长得很高，声音跟他的人完全不搭。大家好，他声音很像我，扁扁的。他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的露营车进不去一个车库，他呢就是专门在做气压悬吊，所以我的那个车子现在呢，就是他可以往下降。哦，因为车子太高，就交给他。听说这边有那个啤酒可以喝，我那边就有了。你那边有吗？有。你不要那边假装这个是这茶吧。不要对我尖叫，丫头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是不会？不要对我尖叫、啊。因为我朋友加盟。哎呦，好喝啦！哎、欸，我们等下去开箱一个东西，我去看一下那台车。在你的车哦、喔，不然呢？帅、哦、喔、喔，现在改很帅、欸。他这个人呢，什么不多就车多，前面那两个算小 case。哎、欸，今天就睡这了，我们今天就在找住的地方。如果有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我们就用钱。太速喜了啦！你什么时候也变露营咖啦？八九年了。我出生就在露营了，因为我没有家，就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家。我们是游牧民族哎、欸，大海为家哎、欸，帅。老高，你没看过麦巴赫，这个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。我们等一下去那边剃头发，每年都会有个大合照，这是每个活动的传统。这个大合照一定要拍，赞。好的。
东二一桥。要尝一下那个肉干，是一个原味的哈。好好好 ，OK OK。好吃。这边是露营车区，就比较适合我。你可以发现哦，就是那种露营车区的啊，大家都会比较互相在聊天讲话。我们是那种属于实用型，但如果是刚刚那种露营的话，有些人就是有自己的格调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就是那种他在享受他的装备摆出来的那种帅。所以就是看你喜欢玩什么。来了，有了有了。吃油饭吗？要晚一点。我们这次就是要到处打游击战，能够睡别人的、吃别人的、喝别人的，这样最好。就尽量用这种方式，东西都不用拿下。对，要付钱都是小事。哦，油饭就对了，我刚生儿子就是要吃油饭。我等一下来，等我。老板你好，老板亲自 order 了。你需要修胡子？我这辈子还没进过这种男士理发店，直接做了吗？这发型不 OK 的话，你们可以自行使用。不要这种，太前卫了，就是。我会太白，确定是没有涂砒霜吗？我皮肤一直都很好啊。哇！我必须老实讲，要不是我昨天去钓鱼，脸有点红红的，这边是没有晒到的，这里是完全真的变白两阶。我现在仔细的看到你们每个人的皮肤都超级好，我们都轮流刮胡子啊，我们都自己要那个。好怪啊！我们在台中，绅士这件事很重要，而且我们讲究的是氛围。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 One Hour One Barber One Service， 你预约一个小时，就是你五点到，你一定五点可以坐在位置上。你尊重你的时间，我尊重我的时间。真的是第一次感受这件事。这几天因为刚好在养小孩嘛，可能不能让小朋友就亲老爸什么，因为我们的那个胡渣会刺到他。亲完之后，或许有机会。角质也处理掉了，血液循环又有了，水分都补了。不，老板，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在业配。利落男士理发厅，你不搅拌讲，利落男士理发厅，先回去搭帐篷了。在这个夜色快要没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晚点了？油饭晚一点再过来啦，感觉你看，是不是有、有那种有撑的，真的。我们等一下再过来，我们再过来。不是我们要，是他们一直要过来，我们赶快去搭帐篷，真的没地方睡觉了。你们要不干脆就是找一顶睡进去？我们真的就是摆明的要当寄生虫。我们先把东西放在那边，那个就是我们的营区了。可是你们到底要怎么睡哦、喔？真的就是要搭那个天幕帐啊，没办法。开会，我想那个惊人之举，我们就是把这边拍到12点，直接走，直接去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夜冲。可是到那边也是要扎营哦。而且你知道谁可以帮我们搭吗？368已经在那里了。我们就懒到十二点刚好，然后就明天了。对，就切换模式，结束，完美。对啦，原本只是说要蹭别人，我们现在是直接不待。你想要我蹭，我还不蹭你呢。该拍的拍完了、啊，刚好368。他现在在那露营的地区，就是我们明天要去露营的地方。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？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很妥。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参加他们的露营。我喝爆，我们到那边也可以软烂，因为是368帮我们搭的啊，也是软烂。我们就软烂到这一集结束了。我们至少要把自己的营区搭好吧，有个桌子椅子吃东西吧。我们就来这边吃就好啦。对啊，这里吃就好了。那我就把车开在这边啊。来，好，直直退哦。来咯，368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布置我的营区小窝。哦，你跟谁露营？我自己啊。哦，你进在那边了、哦，那我们晚点过去找你哦。我带两个枕头。我刚好找扣跟珍妮一人一个。我现在在老关道嘛，我今天没有打算在这边过夜，我们可以过去找你睡吗？可以啊。还是你先可以帮他先搭起来。哦，好累啊，再打一个充气床垫丢进来就好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好拜。完美。我厉不厉害？喜不喜欢这个行程？我以后都走这种。但是我们真的的确还是要拿出我们的碗筷啦，而你们的碗筷软烂到都没带，我还帮你们带。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吃时尚教主小米姐煮的菜。对，我以为你不会做菜。露营家常做的。哎，这个超好吃的。对。里面还有什么？肉干，然后小卷。其实是墨鱼啦。很好吃哎，非常的下饭，我就去要东西了。刚刚那猪肉真的好吃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活动里还有这种东西哦。对，帮你做好了。谢谢。不会。所以他到时候收起来怎么办？这样就收起来了，这块板子可以转开。那拿去还哪里还你们？这是你的。那他的套子哎。不用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我们不客气的来拿油饭了。日日春油饭，感谢，获得了日日春的油饭。我今天下午就很想吃了。哇，谁好？活动中直接借来的，没关系。看不出来，是他讲的。然后现在说没关系，桌子真的来得很自私。对。
这些帐篷都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，目的是那边银主的家。银主的家什么都有，我们等一下是要打入那一群。蹭了一轮之后呢，我发现这一群朋友好像没有那么爱喝酒。其实看起来蛮落魄的，有点想家，有点想家。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自己的家。我现在真正熟就你们两位，刚刚有一个 moment 很想包在你们。我看到哎、欸，好像是类似松鼠的东西，蛮大只的、欸。就刚刚有旁边是草丛嘛，然后我们刚刚三个同事在讲一些可怜的故事的时候，突然旁边有一个那种草丛的声音，可怕的声音，吓死人哎、欸！你知道说你想要怎样？就会想抱你们一起哭啊！没事啊，认真哦。没有啊。吃饭了吗？你想讲话超想哭的。我们不要把气氛营造成这样嘛。这些人都是我们刚刚蹭到，有时候来这种营区，我老实讲，因为我们可能里面认识很多自己的好朋友。我们露营到一个阶段之后，真的不要准备太多吃的，因为大家都会分享给你。分享啊。所以索性我们这次就干脆不要自己煮，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要别人的食物，不要浪费的概念。因为他们也准备很多，每个人都在晒装备嘛，每个人都在炫技嘛。没有，如果永远要跟人家比，你是比不完的，比不过的，你的心里会不开心，因为你整天在跟人家竞争嘛，与其怎么样，你自己做出一个独树一格的露营方式，让你们自己开心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你们可能会看起来很可怜，好像我们被发放边疆，没有，是我们这种这样的状态在那边，如果很多人看到丢脸，那边真的都是风格啊。但是我跟你讲。一定要有一个风格，一定要有一个潮流引领大家嘛。我们可以跟着潮流走，但我们可能走比较慢，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跟着你们走。这我是想告诉大家，有时候你觉得说，哎，我可能没有办法买一个很好的帐篷，没有办法买露营车。So what？ 你看张练成什么时候准备过自己帐篷，玩得很开心啊。按你说，珍妮椅子都不带，房也是借的，他在享受啊，他朋友多啊，怎么样？你炫你的人脉啊，弄出来煮一煮，全部都是最好装备。有些一家人的来的装备不是很厉害，但是他有的什么？他有的是家人呐、啊。这是人家比不过的呀，你懂吗？刚刚早快还一度想走，没有，全没有。我们站在这边羡慕他们，他们站在那边羡慕我们呢、欸。音乐都没有、欸、最寒酸的野人七号部落，但是却是最富有。你说我们穷酸，我们有没有东西吃？有啊，有饭吗？有油饭，有、啊、有没有肉？有没有、啊、有菜？有汤？有没有酒？其实我们都有了，不要抱怨。还是苏格登呢？他们有屋顶吗？没有。下雨，我觉得我们也惨了。这个晚上的风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，超美了哈、哦。对啊，每一颗都亮亮的。就如同我们刚刚策划的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决定到我们明天要去的营区去扎营。那我们明天去的扎营的地方呢，这么碰巧368就在那里。刚刚有提到说在家靠父母，除外靠好朋友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把睡的地方处理好了，也就是368所搭的营地。而且它真的很 gay 掰哦，它就是弄得很像很 party party， 想要趁我们明后天录影的时候趁机看有没有认识新的女生，提前帮她试睡一下。我们现在离开了 BD 的年度的盛会，现在前往的是另外一个营地，这就是野人七号部落的精神。快乐角有那么丰富的影片吗？如果我们真的就在那边扎营，那不就跟一般人一样吗？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朋友多，我们的村民就多啊。听到了一句话，别人都在炫装备，我们炫朋友，我们炫朋友。 Let's go 找朋友。我们现在到了麒麟山露营区，我们明天包下了这整个露营区，但是我们今天是走软烂行程，能不动就不动。可以先看一下你的帐吗？你就一个人弄成这样，意义是什么？你这样一个人这样干嘛？你要把脚插进去。你好温暖啊，为什么？暖桌啊。我今天这样睡觉，这个帐叫什么帐？基地帐。啊，你想把没有？无聊想玩看看啊。啊，你会弹吉他吗？有点忘了。有点忘了。来一首，来一首。我们晚上就去这。身体超舒服的，来啊、喔。我看一下谱。我们煮汤还有鸡肉给你吃吧，可是要用你的锅子跟炉子。可是我没有锅子。你没带锅子来？因为我车子装满了。你装什么东西装满？这些。他自己都觉得很好笑。对啊。你快点啊，没有啊，哥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痛苦、哦。祝你生日快乐。
你知道过几天就是我生日吗？我知道。你是准备这首要给我的？对，这种节奏 OK 吗？唱完会比较不快乐。你能不能真的让我快乐一点？所以还有两天啊。对啊，你练一下、啊。苗栗特产蒲菜汤，那边我先吃一下鸡肉。爆汁！对，我们很累，一天跑两个录音场，很辛苦哎。你想跟我们感受吗？太辛苦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先好好的饱一顿，全靠三幺八。你那句 slogan 叫什么去了？山林为背，海洋为床，大地为家，户外是我的信仰。哦。很谢谢 BD 邀请我们，就是去参加他们的盛会。虽然有点可惜没有办法过夜，但我相信他们的主理人布莱克应该会蛮感动的，因为我本来是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盛会。男子汉嘛，就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虽然说我后面有一些行程，前面有一些行程，但是我们还是排开，然后真的就是下去了。其实软烂这件事情呢，并不是我们真的要做，只是一个主题让大家开心呐、啊。其实也不妨跟大家讲后面的那个露营盛会嘛。我们自己野溪办的春酒，有点是因为他们办在苗栗，就找了苗栗的。像我们有想说，如果我们这样子真的来了，我们回去可以直接过去苗栗那边。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他应该会小小的感动。这次呢，我们就走软烂的主题嘛，有点故意在闹这件事情。我君一笑啦，野溪日后还是会非常认真的找机会软烂。哎，蛮好玩的啊。所以我现在就是睡了，是不是？很好，可以睡着吗？可以啊。各位晚安喽，明天就是要认真的露营模式春酒大会这一集。短暂行程就到这里喽，我决定今天就是睡在这个他的帐篷，什么东西不要弄，拜。晚安。宝贝晚安。好痒。有没有期待哪一天这样？有有有吗？好期待哦。